现在拿爆炸坚果测试一下。原先爆炸坚果是要50个阳光，但是带穿上装备之后，它的消耗就变成20阳光了。然后增加了爆炸伤害。我们拿巨浪沙滩的那个机械鲨鱼做一下测试，有很多 UP 主也测过这个。然后我这边也来一下，我在以前的视频也发过这个，就先找一下满屏的坚果，这个也不用买阳光什么的，正好也够，让鲨鱼自生自灭吧。然后我加快一下速度。这坚果放起来太费劲了，这才放了20个，好了，开始双倍。鲨鱼自己吸过去啊！我这个位置再给它补一下，伤害还是挺可观的。补一下，然后给它一个能量豆，补一下相关的位置，提升力一下。伤害还是可以的。这个爆竹跟大爆竹的话，建议各位用普通的爆竹，圣道五阶，这个是可以用的，值得培养。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别忘了一键三连。哎呀，我卡了！政府成立了一支特工小队，头号王牌便是和平使者。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基友？哎，给那个听听。